然后小莫师傅切一刀料，看看能不能做糊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到时间还可以切几个盖儿这个。后面也要做看一下做什么换了什么东西。别浪费了，能不能做得看？我刚刚就跟你说了吗？这么黄啊？丑啊！都没有对他抱什么希望。不要浪费那样的。哎，这边黄黄，感觉这边就没有这么多东西，都没有对他抱啥希望。嗯，考虑一下了，跟剪的差不多。剪的？没有，我是说不好看，跟剪的一样，都不像自己买的，像剪的。倒酒呢？啊？你倒酒也可以吧？不倒酒没事。对，我不确定把这老底还有多厚，不敢确定。水锅，保水锅是特色，其他的大小、嗯、小一点没事。嗯，小锅大小都满足。哎，这里都可以做。半桶以内放里面。啊，这个是自己的，随便做。大的话，主要的是保效果不保大小，只要1公斤就够了。没压力。嗯。好料都被买走了。哎，比他看的还有点褶皱。肯定有的，跑不掉的，水都跑不完了，肯定有的。反透。对，就看他能明显还是行。反正我是，他有点荧光就可以了，嗯、我要求不高。哇，成功了！哇，有了，有了。吓我一跳！我以为你挖切出一个洞来。哎呀，这水都很厉害了，现在这个有了，成功了，哦、高价值现在了，真的成功了，这把头价值很高了。纠结，是还是把它切了，没想到还是有水锅，还以为这个水锅透不进去，是属于意外惊喜。漂亮，够了哈，好，够了，放这里干吧，剩下来切小竹子。那你就放这里卖，还是去哪里卖呀？放这里做，我们卖做。你那个都捞出来了，拿来做啊？没有，这样捞出来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吗？啥？那天在那里那个？对，那个。看了，那个石条还没修是吧？没修。哦。